歌曲吼，来送予大家。我先甲安排轻轻松松，唱个台当归了，快快乐乐哦。我先甲咱安排老的滚滚，好了，每一位嘉宾事业愈做愈稳哈。来，阿快在咱会场当中啊，拢是咱的主人家啦吼，啊，拢是咱的啊，咱的主人家，咱的郑哥郑嫂，啊，搁咱的爸爸妈妈吼，上届知己的咱这好朋友，大家拢做来到现场。你看哦，今天哦非假日，但是我的朋友拢来哦，拢交到的哈。对，不简单。好，本来啥个我的主人家。啊，我嘞啊，今天哈，跟阮正说啊哈，平常时啊，做人处事方面，受到咱这好朋友的肯定甲认同，尤其是咱爸爸妈妈做人吼，非常的和蔼可亲。真的，啊，所以拢做者咱自己好表来甲会场来甲阮查某哦，啊，因为爸母啊，真虔诚啦吼，带动全家大大细细，是是啥物？恭祝啦吼，恭祝着咱的五甲，咱关系第一，这个寿诞，啊，咱关系第一，不要大家下当吼。平安健康，这是第一的啦吼。啊，大家吼有一个平安健康的身体，啊，大家吼照万贯的家财哦。啊，吼大家不管是正财、偏财、意外之财，祝福大家好运旺旺旺来。好，紧接着下来，哇，节目更精彩了。对。这嘛是隆重介绍，这嘛是我的台柱，台柱，我的台条啊，你啦吼，就大机一条啊，不是啊，因为他每一次的表演都非常的亮眼，真的，大家都吼，都会非常的吃惊，为之一亮啊，对，而且哈，不管是那个脸蛋啊，好美啊，我大概看到拢是那个鹅乐啊，做天生的吼，做天生的，皮肤真的很漂亮哈，啊，不管是皮肤水、面露水、体格高发水，这样是查甫人爱看嘞，咱做查甫嘛超爱看，不是爱看了，我就想要甲摸的。可以吗？我有尽量控制的，我有在控制我自己的哈。后来阿穗光进来邀请哦，这一位也是跟我们的主家非常的好，好朋友，感情很好的好朋友哈。来邀请我们的黄丽莎带来精彩的演出，豪华歌舞秀，谢谢现场的好朋友。在阿旺底哇，我们改在过来听了。在别的地方哦，除非要去那个游乐园啊，表演的地方才看得到。对，所以在我们的皇家哦，收到咱的哦，哥哥、郑哥、郑嫂一定要收哈。来，邀请我们的黄丽莎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，来送给所有的嘉宾。先大牌的话换啦，全座都在等吗？别别，通通叫我们演。王爷，我带你，我带你叫我坐里去呀。有有有，来邀请。哟，呜，来哦，精彩的演出哦，来来，现场好朋友，请甲小的把你的眼光啊照射到我们的舞台上面哦。哟，呜，哎，你们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啊，我来了。吹了就快乐。
舒服。就是要带啦，对啊。华丽的舞蹈来做呈现，送给现场所有的好朋友。在舞台上面邀请我们的华丽莎带来精彩的演出，来哦，哇，湾的小朋友非常的开心哦，看到美女哈，美女姐姐、仙女姐姐来了哈。我们的华丽莎的衣服有很漂亮，真的，而且你。